俺俩就发生点冲突，他欠我钱。是，不要听，对，不要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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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。柳十一啊，达到饮酒醉标准了。无照。对，再坚持一秒，再坚持一秒，好。126，啊，涉嫌醉酒，有驾照吗？你也没驾照。他有一段吧，评论是女儿在那边出点撞上了，我赶紧把他扶住，完钥匙拧，我说你别开了，你开了我出事儿。我后来我带他的时候，他就扶成在后面，抱着我胡摆路上一个摆。我给他借了5000块，10月份的事情，到现在的6个月，给我还了3000块，他跟我连钱都不跟我还。你过去跟我这有啥，你随便报警，我都我给你还钱。这个是举报人。他本身也是酒驾，他举报人，举报自己和举报他，不光举报他自己，还举报他朋友。他朋友现在在我们4楼。